咦？呢個咪爺爺？呢條東區走廊同 M 家博物館，佢有份起噶。威咧，全靠佢喺香港建造學院學嘢咋，將佢訓練成才，一出嚟就大把人請。人工仲加入香港建造業學一技之長，出路好，收入高。幾多人嘅筍工 ？Anything more？ 我都想同老婆揾棟靚樓啊！